睡觉了，对吧？那你给我讲故事。哎呀，妈妈忙死了，哪有时间给你讲故事啊？那我要睡大床。好，睡大床，得听话啊。哦，我今天做爸爸喽，做爸爸喽，哦，做爸爸喽，做爸爸喽，做爸爸喽，哦，做爸爸喽。快闭眼啊！怎么回事？妈妈，你来闻呀，这是爸爸的香烟味道。啊，好，妈妈闻到了，你快点睡觉吧，啊，做个好孩子。妈妈，爸爸现在睡觉了吗？妈妈也不知道现在爸爸睡了还是没睡，是吧？妈妈跟你一样，不知道啊，快睡吧啊。那你给我讲个故事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妈妈给你讲。星球大战啊，博士遇难。你快睡，别感冒了啊！让我去看看。玲玲，哎呀妈，怎么是你们呢？你看这么晚。住院来电话了，是吗？那儿了。哎呦，等了一晚上，我都快急死了。说什么了？他说他吃过饭了，也住下了，到的时候有人接他，他让你放心。那还说什么了没有啊？还说什么了？就这些，才三分钟。报个平安，让家里放心。对对对，就这些。爸爸问我什么了吗？哦，问了问了，问你乖不乖？穿着衣服，着凉的。哎呦，我忘了一件大事，我要练钢琴。哦呦，不行，隔壁阿婆都睡着了，要吵醒人家的，明天再谈吧啊。我跟爸爸保证过了，每天都要练的。好，外婆抱你过去。哎呦，来坐好。明天又有一批电传资料要来，你去办一下。知道。哎，谁呀？你怎么在这儿呢？谁呀？什么人？你是赵钱吧？哦，你是祝月啊？哎，王默的朋友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你怎么今天来了？哎，没人叫我今天不来，也没人叫我今天来呀。哎，为什么这么说话呀，朋友？我怎么说话？我刚到家，我工作挺忙的，我就是有三头六臂，也顾不了那么多闲事儿啊。怎么是闲事呢？你说话可要算数啊！行了行了，赵钱，别吵了。这个王母也真是的，怎么办的事儿？半夜三更的，让人家堵在我们家门口。哎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们得把话讲清楚啊。我当初办的是不是三包？啊？你们是不是应该到机场来接我呀？现在在机场我等了几个小时，在这儿我又等了几个小时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行了行了，别这么吵吵闹闹的好不好？有话到里面去说嘛。这么晚了，
精神还那么足。嗯，接了吧。我说朱元，你也要体谅体谅我们，我们在日本也都是各自奔命啊，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就尽量少麻烦别人啊。你到的太晚了，我上哪儿找人去啊？啊，你说对不对？明天一大早我保证给你落实住处，行了吗？今天晚上我睡在什么地方？哎呀，我不是在跟你联系吗？这你跟我急什么？你说，哎呀，动这么大的肝火干什么？你收了别人三包的钱，你就得负责到底。是得给人家找个地方。我想办法，我想办法。小钱，快去打电话。对对，打电话。哎，你别急啊，我来给你想办法解决。我当然急了，我得找地方睡觉啊。对不起，你稍等会儿，屋里挺乱的啊，这对不起啊。校长过来了啊！嗯，快点儿。すみません。あのね、嗯。啊，王默电话里也没说清楚你来的日期，所以我也没做准备。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现在马上跟你联系。请进屋坐一会儿吧。方便吗？来来来来。啊，谢谢啊。老总，赵琴哥，赵琴哥，我来了都半个月了，到现在还没工作，你本来答应我的话都不算数，这我怎么办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哎呀，李小云，不要搞得像真的一样，别这样，要不然别人以为我们欺负你了。有话好好说嘛，别激动啊。我看在老朋友的面上，把你给办来就不错了。哎呀，少说点。有多少人签证签不出来，手续费都烂掉了。做人呢，要知足，不能得寸进尺。我带来的钱眼看就要用光了，到现在还没工作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我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帮帮我吧。哼，现在工作难找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要真着急啊，还是我跟你说过的，打工那边的活。还是打工啊？打工离东京也实在是太远了，去一次干不了几个小时。我挣的钱四分之一得花在车费上，这算是解决工作了吗？哎呀，李小云，别着急呀、啊！到日本来本来就是要吃苦的嘛，又不是来享福的。你这么挑三拣四的，那可不行啊！啊，那你们说吧，什么时候解决？你没看到我现在有事吗？识相点，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。别忘了，半年以后你还要来找我，找保人签字吧。是啊。好，赵钱，今天你们仗着人多，我要是过几天还找不到工作的话，我还是要来找你的。哎，你别急，我再想办法给你解决。啊，どうぞお入りください。他来了。啊，どうぞお入りください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田中校长。这位是事务长邱明海先生。これが修介さんです。あ、はじめまして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。私はアジア語学院の校長の田中浩一です。田中弘一，你应该知道的，你的入学通知书上有他的亲笔签名，还有大印呢。邱明海，你是中国人？算是吧。我的名片是过去在上海印的，到这儿来来不及印了，先用着吧。これは祝さんの昔の名刺です。どうぞ。すみません。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。勉強して日本語をマスターして。一族の誉れとなってください。校长说非常欢迎你来日本到我校上学，他让你好好学习日语，打好基础，将来荣宗耀祖，出人头地。学校帮你解决了住宿问题，校长今天亲自开车来接你，车就在下面，请吧。どうも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哎呀，
我早就讲了，不要急，一步步来，会好起来的。校长，请吧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箱子里带的什么呀？重的像棺材似的。哎，那这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君は行かなくていいよ。そうなんですか。私の行き先と方角が同じでね。九さんがいてくれれば大丈夫だよ。そうですか。すいません。それではお言葉に甘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どうぞ。どうぞ。じゃあね。您坐前面。哎，好。朱云，我跟你说句老实话，你现在到了日本，不管你以前是律师、演员、记者、画家，还是个体户，或者从山上下来的，现在一律平等，一切从零开始。以后你的名片就不要再用了，走吧。大哥。哎，朋友，怎么是你呀、啊？哎，朋友，你搞误会了，我是昨天第一次见到的赵钱，和你一样，是为了住房的事去找他的，我也是被他骗了的。啊，那对不起、啊，没关系啊。你什么时候来的日本？我来了一个多月了，正在找工作。啊，东京的工作好找吗？太难了。没有人介绍的话，根本就找不到工作，别人呢根本就不相信你。没办法呀，到日本总得活呀，总不能坐以待毙。走，一块去试试。不信啊，你就去试试看吧。ANA 全日空906便ただいま31番ゲートに到着いたしました。どうもすみません。はい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阿珍どうも。哇，我只好再请两个小时假，反正这班飞机不要再延误了。没关系，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我去跟你们老板说替你辞职算了。哎，阿珍，我们俩先去吃饭吧。不，等表弟到了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午饭，好吗？哎，要不然我们俩先去喝乌龙茶。其实我在中国没喝过乌龙茶。什么？你没喝过乌龙茶？不会，你怎么会连茶也没喝过呢？中国的茶叶有几十种，乌龙茶只是其中的一种，大概是日本的电视广告做多了吧，一说起中国茶马上就会想起乌龙茶。我们上海人喝的是绿茶。绿茶？绿茶。绿茶。其实北方人喜欢喝花茶和红茶。中国实在是太辽阔了，我对你的祖国真是了解得很不够，公司里的事情又多，我真该带着未婚妻到中国去旅行一次，特别是去看长安的铜人铁马。什么？就是皇帝死了，埋葬了，很多士兵一起陪葬。啊、哦，是西安的兵马俑吧？啊，对，我朋友和太太一起去，看了回来兴奋得不得了啊。是吗？不过我也没去过西安。哎呀，怎么带这项链啊？干嘛不带我送进的呢？啊，
这是这次回上海我妈妈给我的。嗯，陪嫁的项链啊，结婚时妈妈给你带的，将来我们的孩子结婚的时候你可以把这给他。哎，我们可是有约在先的，说好了等我完成了学业再谈孩子的事。是啊，所以我得等啊等啊等啊，你毕业。但是那时候可一定要个孩子了，我已经37岁了，希望你能够理解。我当然理解，不过你也得遵守诺言。我知道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君子一言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United Airlines Flight 82森林 Now arriving。 飞机误点了吧？没上飞机就发现了故障。过去的是陆总，你们等了好长时间了吧？我们10点钟就到了。等急了吧？没关系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大竹先生。我叫新平的。你好，欢迎你到东京来。お世話になります。クジプヨ。彼女のいとこは僕のいとこです。アチンからね、あなたの噂を聞いております。想像通りの人です。さあ、行きましょう。え、你还学了几句日语啊？你饿了吧？哦，我们先吃点饭吧。没想到这日本人还挺精神，我说呢，怎么还在生我气啊？别这样。阿金，新林さん何て言ったの？彼日本語下手だって。日本人讲话真快，一下子反应不过来。大竹さんは中国語うまいね。上達が早いんだ、彼女が先生だからね。君もね、これからどんどん上手くなるよ。あー、チャー言うか。ほら、あれが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だよ。すごく面白いよ。アチンに連れてってもらうといいよ。那就让我表姐带我去吧。啊，这是我10年前买下的一套房子，现在借给我一个外甥住，里面有一个小间，我放了些衣服和家具，你就在那儿挤着住下吧。里头的东西你都可以用，别弄坏就成了。我要礼金、押金，每个月的房租我只收你4万，暂时付不出来你也可以欠着。你要是觉得不太合适的话，想找别的房子，那就先告诉我一声。哦，对了，最好不要带别的人来住，说话的声音响了，邻居们会不高兴的。来，请吧。请进。啊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大竹的外甥高仓的房间，他现在不在，可能出去打工了。啊，这就是你的房间。哎，卫生间在那儿。你看，它有两扇门。这是一扇门，那边还有一扇。这是厨房，日本人不喜欢油腻，平常只能吃煮的和蒸的。日本人很爱干净，所以你平时要特别注意。这个屋子在东京可以说是非常便宜了，日本人就是这样一板一眼的，不过他能对你这样已经是很不错了。你还要我做些什么吗？啊，他问你还有什么需要他做的。没有，没有什么需要的，我已经感觉很好了。
那阿廖斗啊，那么我就回公司了，你陪陪他，给他介绍一下情况。哎，不不不，我请假的时间也快到了，我也得走。这样吧，你先安顿下来，你的工作大卓会帮你找的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会找。你看，这是我的电话，有什么事你就打电话给我。啊、哦。好、哦，再见。啊。哎呦。嗯。我的包忘在楼上了、啊，我去拿一下。啊，我在这儿。嗯。这两万日元你先用着。等等，我自己能挣，我有。这是我自己打工挣来的。那我就更不能要了。你这样我已经很感激了，知道吗？这钱我不会要的。这，希望你能理解我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ね。じゃあまたどうも。すみません。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。アルバイト。アルバイト？まあちょ。これ書いてくれる？はいはい。アルバイト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。悪いんだけどさ、あの人中国人らしいんだけどさ、ちょっと通訳してくれないかな。先生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哎，你是中国人？对，中国人。我想问问，他们这儿要不要人打工啊？哈，找活的。对。で、今アルバイト探してるって、ここ使わない？お、で、どっから来たの？他问你从哪儿来的？从上海。彼ね、北京から来ただって。哦，啊，そう。北京ね。時給600円でね、皿洗い。いつ頃から来たのかね。外国人登録証持ってる？ちょっと待って。你办了登陆证了吗？有没有那个登陆卡？登陆卡？没有，没有办。你得办。外国人得有登录卡，这有一活儿，刷碗一小时600，不高，而且挺累的。你想好了再定。600，听说东京的工作不好找，洗碗就洗碗，いいです。やるだって。あ、そう。だったらさ、今うち人が足らないからさ、登録書作ったら絶対来るように言ってよね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办好了手续，马上来干活。哎，我可以吗？是的，我可以吗？是的，哎，懂了，懂了，哎，是的，谭总呢？我那个兄弟，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。じゃあマスターこれ、ごちそうさま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。走。先生、どうも、どうも、どうもね。ごちそうさま。はい、また。あ、はい。哎呀，啊，你刚才太急了点，完全可以讨价还价的。
哎，算了，不瞒你说，我手上只有3000日元了，日子快过不下去了。我实在是谢谢你。哪里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祝月，祝贺的祝，月亮的月。啊，我叫楚明，楚汉相争的楚，光明磊落的明。啊，现在在日本大学艺术系学美术呢。那不错呀。你干嘛的？在国内？干律师。律师？对。你到这儿来干嘛？在国内你可以耍嘴皮子，律师这活儿不就是耍嘴皮子吗？在这儿你也耍不开。再说了，真的，在这儿你再有能力想当律师，难。你说呢？我没想一直待下去，出来看看。那你的工作也不错呀，你干嘛要出来？嗨，搞艺术的，转转，开阔眼界。那倒是。哎，我往这边走，你住哪儿？我住那边，就前面不远的地方，就是那个一幢3层的楼房。鬼哭啊，你住那儿啊？咱邻居啊，有缘有缘。真的？哎，你陪我买点东西好不好？哎干嘛叫他是鬼哭啊？啊，最早啊，那楼下是卖祭品的，加上楼上住的又都是穷学生，大家恨的地方就叫他鬼哭了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日本的寺庙，祭拜啊什么的就在这儿，也叫神社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阿亮子，这日本的服务态度就是好啊，比上海强多了。嘿，北京也一样。好，你买件东西跟那药似的。阿亮子，啊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刚才你跟老板说我是北京来的，什么意思？这你就不懂了，在东京啊，上海人名声不好，忒精，我是好几回当的。哎，我可是个上海人啊，你是不是离我远点？不是这个意思。这电视剧里说上海人，小品里说上海人，怎么到了东京还说上海人？这上海人到底是怎么了？哎，你还挺有意见的啊，老弟，我明天就跟老板说，我就是上海人，是你故意犯错的。随他要不要？哼，瞧，你这碗还没刷上呢，你就这么狂。阿珍，哎，回来了。接到你表弟了吗？接到了，我来帮你拿。哎，都安顿好了。是吗？下午我赶去上班的。哎呀，真累死我了。今天怎么回事？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，生意特别好。哎呀，简直一点都没听过。我们店长的脸啊，马上就阴转晴了。吃饭的时候啊，还每人加了一小盆生鱼片呢。怎么样，公孙林三不溜秋的吧？也难怪他，都是我不好，再怎么弥补也无济于事。我要是能劈成两半就好了。那成祥林嫂了。阿珍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爱大竹吗？不瞒你说，当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也在想，我爱大竹。结论当然是爱了。定梅，我们都已经不是小姑娘了，你还相信这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吗？说实在的，和大竹结婚，我只是把它看作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机遇，它能使我改变我自己的命运。定梅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做太卑鄙？要是在2年前，我会这么看你的，可现在不会。虽然我自己不会这么做，可我能理解。问题是，要把一辈子的幸福作为代价，是不是太冒险了点儿？东京是什么？是人生道上的一个车站，既然有结婚这辆干净的巴士，何必要光脚走出血泡来呢？我不想说服你，因为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，你对我比我的亲妹妹还要好，还要亲。我真心希望你能够幸福。大竹对你很好，他身上的那种日本人的大男子主义也比较少，但他毕竟是日本人，
有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不同的生活习惯，将来能不能适应，这还要看发展。按理说我不该讲这些丧气话的，不过我真是不放心你。反正把困难想得多一点，就不至于措手不及，你说是吗？来来来，烤鱼烤鱼啊！你打算怎么吃？像日本人那样烤着吃好吗？来来吧，我说楚老弟啊，别做那么多菜了，来闻闻。嘿，真香啊！梅干菜烧肉，我老婆做的。老婆，你成家了？这有什么稀奇的？当然成家了，我孩子都这么高了。哎呀，惭愧惭愧，兄弟我三十郎当岁了还是单身飘着呢。哎，这你就想不开了吧，各有各的好处，这多方便呢，没人看着，没人管着，没人盯着。像我呢没戏唱了。说的倒也是。哟，楚明可以啊，画画的。那当然了。哟，这幅画可真灵光啊。不错不错。你呀、啊，别把楚老弟不当回事儿，正宗的全国得过奖的人。是吗？当然了。哎呀，楚明哥，没想到你还是个画家呀。怎么，你当他随便开你大心的？哼，你怎么从来没说起过呀？解放前的事儿了，别提了啊。这好汉不提当年勇啊，哥们儿从头干起。哎，老弟啊，我也要向你学习学习啊。你给我讲讲中国画和日本画到底区别在哪里啊？呵，来，我来。哎呀，真辣。这是我专业研究的课题，这两者是有区别的，也有异曲同工之处。这中国画啊，它讲究意境想象，比较写意。这日本画就不一样喽，它讲究这个线条色彩玩静啊，它比较讲究静，这个转变是很不容易的。嗯，那你说说看，你估计你自己在日本的画界能搞出名堂吗？日本画界比较排外啊，一个大腕往那一坐，没人介绍，根本我连画展都没法参加，难着呢。楚兄，嗯，哎，你帮我看看这烤箱到底能不能用啊？嗯，嗨，我不给你看了，隔壁小张刚扔出去的。是吗？哎，这是日本人扔的，能用，人家把说明书你搁这儿。今天啊真够倒霉的，白忙活了半天。这么着，在学霸雷锋留个字条，为人民服务一次。此烤箱已坏，不要再捡了。得，哎，我把它给扔回去。你不吃饭了？等我回来再说吧。一会儿过来吃。哎，哎，朱燕，哎，今天是扔大件垃圾的日子，一会儿吃完饭出去转转，捡点什么东西回来。你帮帮忙好吧？啊，我刚来，我才不干这种事呢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愚蠢呢？刚来才要捡呢。你看我这屋东西全是捡的。你啊，你去捡吧，我是不干的。转转，哎，开了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先吃吧，吃吧，我马上来啊！做完汤我就来。你会做啊？啊，行。哎，你尝尝这个。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黄泥螺。嗯，怎么样？味道？怎么了？你嘴泥呀、啊、这、哎，味道不要太好啊，打耳光不肯放的。就是，哎呀，谢谢，能吃吧？啊，来来来来，干！嗯啊，为老婆为孩子为祝月找到工作，干干干，来，好，谢谢。祝月找到工作了？嗯，找着了，运气好。哎，就门口那小饭馆，从那里过一问就找着了。哎，我教你一招啊，找工作的时候千万别说上海人，说你是北京人。哎，怎么样，灵吗？嗯，我办完登录卡马上就去上班，明天我陪你去。哎，饭馆在哪儿啊？嗯，胡同口。
出门奔左50多米有一神社，神社对面有一夫妻老婆店，叫松花馆，客人不太多。我真幸运啊，没让我闲逛几天。一小时才600块。你饱汉不知饿汉饥，我可是要在开学前多挣点钱的。回来了，听说你上课去了。我是从上海来的公森林，今天刚到日本。你好。はじめまして、高倉です。今日はすいません、出迎えができなくて、ちょっと仕事と勉強の方が忙しくて、すいません。お世話になります。よろしく。あ、日本語できるんですか。もう片付け済みました。もしお腹空いてるんだったら、インスタントラーメン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。中華三昧、僕塩味が好きなんです。お世話になります。よろしく。あ、よろしく。よろしく。あ、よろしく。は中文我就会这两句日语。你会说中文吗？中文。よろしく。よろしく。你说什么？我跟你，小日本。糟了，这没关系。走走走走，请吧请吧，你请走吧，我自己会收拾。这个是你画的吗？啊，三月就是在八景岛海边公园。你画的真好，能把这张画送给我吗？可以。我送给你，可是你为什么要这张？你不认识我了，不记得了？真对不起，想不起来了。你画里的这个人就是我。我画的是你？请等一下。你看画里这件泳衣是我穿的，你画的这个人就是我。这真是太巧了。我画得很糟糕，不好意思。不不，太谢谢了。我撞了你还要你的画，真是不好意思。那这样吧，我把这个照片送给你。你是个画家对吗？啊，只是个画画的，谈不上画家。那你是中国人吗？是，
哎，中国人。中国人，台湾的。不，北京来的。怎么，你会讲中国话？我会一点点，我会更教的。哎，朱月。哦，对不起，耽误你了，谢谢你的花。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，再见。私、ケイコと言います。少林鹤子。少林鹤子。看什么呢？樱花，真美啊！啊，我是不是来得早了点？嗯，没有，正好。哎，他是喜欢我的画。哦，喜欢你的画是吗？登录卡办好了吗？办好了。哎，你别说，日本人办事啊，可真有效率。嗯，咱们先回去。好。童话，给我一把吉他，走进我如今难归的那个家。给我一把吉他。白小姐，这都是你们上海来的。啊，你们好。你好。你好，来来来，哎，当心，快进去吧，我来帮你。哎，好，谢谢。白小姐，啊，你的歌唱得真不错，琴也弹得不错。哎呀，可惜国内那把好琴没带来，这把是捡的，都坏了。是吗？嗯，坏了，哪儿坏了？嗯，这儿坏了，你看，哟，这么小的屋子。咱们四个人怎么住啊？哎，你们看，这儿还铺地毯了。啊，就是这地板是坏的，老房子地毯便宜。哎，这儿还有厨房呢。啊，是吗？啊，可以自己做饭。对，哎，不错不错。你说说咱们怎么住啊？我是不想睡上铺。那我睡吧。那我跟你一块儿睡，我睡你下铺。哎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白洁。我叫李丽。我叫刘平。我叫陈新婉。我的名字最好记了，全国有成千上万个李丽，我恨不得改个名字，可改了就不是我了。哎，我说，我建议我们晚上再回来收拾房间。现在樱花开了，我们上街去看看好不好？啊，现在去啊？现在开樱花啊？为什么不呢？看看日本，看看东京，多好啊！我们已经在东京了呀。哎，好呀，好啊，好啊，走，走吧，走吧，快点，哎，快点。提起东京，老年人会想起武士道、皇军和战争，中年人会想起盛开的樱花和雄伟的富士山。然而对这些年轻人来说，东京是山口百惠，是西城秀树，是东芝和卡西欧。是啊，东京，你到底是什么？
落寞夜夜将心照，风一飘云一摇，相关万里路怎绕，心煎熬情困扰，缘分未尽情未了，情未老人已渺，思念暮暮与朝朝，站在人海中已过街道，我的心是需要依靠，希望你在光的怀抱，就算是影子也好，哦哦哦，一天天真心祈祷，你和我一起到老，唱着家乡的歌谣，哦哦哦哦。落寞夜夜将心照，风一飘云一摇，相关万里路怎绕，一破晓风尽了，阳光烁烁将心照，静悄悄艳阳高，人海万里共相邀，站在人海中过街道，我的心是需要依靠，希望你在我的怀抱，就算是影子也好，哦哦哦，天天真心祈祷，你和我一起到老，唱着家乡的歌谣，嗯嗯嗯，一天天真心祈祷，你和我一起到老，唱着家乡的歌谣，嗯嗯嗯。